太观音，很漂亮很漂亮，媚太观音，这边有个媚太观音，有没有看到？往后看一下，是不是？观看一下，啊，媚太观音。那他为了妩媚，他化为很妩媚来收引男子，男子就是菩萨。观音其实他是化为，不化为妓女身，很媚态的，然后收引男子，然后让男子知道，这也是他的显化。他去修行成就，他说这也是观菩萨的显化，所以不要认为妓女不是菩萨。他说菩萨在化显现的时候你都不知道，所以不能有高低身份的差别，因为他那颗心是菩萨来的，他故意要来度男孩子的，他会显化各种，那这有媚态观音出来的，这样懂吗？观音很漂亮哈。哎呀，他媚态观音，然后有很多的男孩子看到媚态，就是说被他吸引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他就已经变成产生贪爱呀、啊，啊，他因为这样来度他了，对。师父的燃灯给他受记，你当来成佛到释迦佛祖所讲，南无啊，南无地藏王，南无安贞佛，南无。这是个佛菩萨。好，可以了，我们下山，保佑大家平安。没问题，好的。没事，好。我们就是这样子，爬上那么高的阶梯下来了。现在来到下面，有很多的佛，敦煌佛像。还有这个飞来峰的大肚饼热粉。哦，阿宝，同我带回去。你要吃阿伯去，哦，准吃好。你不到啊，爱贴贴啊贴安尼呢，贴我一口的我贴安尼，叫我的。观音佛、阿菩萨。但是若弥勒佛呀，若释迦牟尼佛说法的时候呢，都不能叫，因为观音菩萨以前是佛，正法明如来，他也要变成观音菩萨。那如果说文殊师菩萨以前成佛了，也要变成文殊师菩萨，不是？因为只有一个佛可以说，所有的菩萨来护持，所以说一佛二菩萨大，一佛万菩萨。他说：“这是南部所雕的佛是这种样子的，所以他把各种佛的不同可以看，因为佛是用人的想象力，像你说到了那个哪里，到了密宗的佛又不一样，佛的想象力我们台湾比较好，佛是不一样，佛是因为你的想象。”那个标准的卧佛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卧佛是很值得很多你照的，因为这个卧佛很庄严。昨天还有个释迦牟尼佛，有没有？还有所有的罗汉菩萨都在上面，还有这天人界什么界鬼界都在上面。那这个佛躺着下去，你看，还有那边还有一尊佛观世音在下来的。所以这佛也是哇，超庄严的。我们刚才就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的从乐山大佛的前山再走到后山，总共走了3个小时，两腿发麻，但是呢这就是我们的成果。我们看到的莲心山
这个前面一点哈，快点。要点灯，个人点，个人去点啊。点灯对你们会比较好光明啊。还有佛像要拜佛都来，自己来。我们要自己想点灯，想拜佛都。好大的佛，那个莲灯。阳光盖掉了，看不到。好吧，只能在这里拍了，因为阳光遮不到。隐约可以看到。别动，咱们。就早上要很小心了。那我来听一下你讲的。啊哈。新疆大佛。在这边拍很好，可以拍到整个佛哈，全身。那前面太近了啊，拍不清楚。环境很大。耶、yeah. oka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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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lez, faut mettre dans, faut que ça fasse des vagues dans l'autre sens. Je ne comprends pas. Allez. Ouh, ouh. Youhou. Bah vas-y, on va mettre dessus. Mmh, mmh.要拍照的话，单独拍。将要吃这个佛教的经典故事。阿斌，你给我从中间穿过。我太累了。可以拍个照啊，拍个照。哇，每一个这样，你看到模拟的话呢，你就被迷惑了，就代表你定力不足。啊，观众，这些是色是通，通是色，不色不是通，通不是色。受想如受想行是必苦，减肥这样比较轻松啊，这个比较轻松。啊，好搞笑。哎，他怎么会入籍这个学校的？啊？降低，哎呦。他这不被去要了吗？他被怎么有四十万？对，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像，看到头戴，这个说不定是代表他的衣服。眉心有法印，啊，头在这边，脚在这边，佛祖涅槃像。哇，整座山都是卧佛，不得了。也是因为山体滑坡的原因发现的，东汉时期留下来的。哇，整座山都是佛，都是佛头。以前就是这样，山体。这佛头，这佛脚。后来因为山体滑坡松开了，发现了中间有树林，就象征着佛祖的天然袈裟，是自然和。这个人工草庙结合在一块儿的，170米长，非常的壮观。啊，大家呢这个地方百七十米长，来照片。对，三年。我们大家现在要去看川剧变脸。好，我们现在吃完饭，走在这个路上，要去看川剧的路上。这就是峨眉的夜景，漂亮哈、哦！峨眉山的夜景，昨天是住成都，今天住峨眉，漂亮吧？啊，很漂亮，非常漂亮。四星级的酒店盖得很漂亮啊、哦！我们现在要去看川剧，他走在路上，刚才过马路实在是十分的惊险。这个地老师说不要太快，不要太快。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峨眉的夜生活，很多很多乡民在那边跳舞，实在是太猛了，而且跳得很热闻，哦，好多人哦。要不要去看一下？哦，我吃太饱了。哦，这他们在运动对不对？是。哦，挺好的哈、哦。这个不会胖对不对？啊？这个不会胖，又不用花健身房的钱啊。是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很多人这样不会不好意思的，对，很多人吃完饭以后到这里来，对，挺好的。哎，老师在，我想拍一个，回头给老师跳的。老师在跳。
掉了。哇，好多人在跳！20年前，我大概在高中、大学的时候，台湾的那个漂亮啊！我们是要去那个古城吗？不是哦，我以为是要去那个古城。是，好像还还蛮有味道，他们是晚上。我小心车子哦。峨眉的时候，我到处都在跳舞。刚刚走过一个公园，这边我们要走到另外一个公园，前面也在跳舞。哇，好像是跳街舞之类的，因为大家在围观。这边全民都有这种健康运动的这种风气，很兴盛这样。他们公园也蛮漂亮的，真的。真的很漂亮。中国这几年真的进步的，让人真的是吓一跳。哇，前面又在跳了，前面那一团更多人。大概几百个，不是很清楚。哇，这边到处都在跳舞，这个公园一个广场就大概有十几团在跳舞，这一团特别大团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啊，好热闹，男女老少就在公园这样跳舞。你看他们这个一个现实的一个小现实的，大家看到了没有？超级热闹，哇，几百个人哎，满满的。这就是峨眉山的晚上，公园的一个场景，到处都是哦，前面也都有，啊，实在是太精彩了。啊，除了公园跳舞以外，我们看到那个白象塔哦。因为峨眉有普贤菩萨嘛，所以这边的一个公园的一个场景都这么漂亮啊，哇，太漂亮了！大家都在拍照，师兄师姐都在拍照，哇，很热闹，很漂亮。所以中国现在是非常的新潮了，现在更近一点可以看到那个白象，很漂亮。真的很漂亮，象好大。我问一下，你那个哇，这个地方是看京剧的地方，算是比较国际性的吧。所以它的那个公园啊，哇，它的建筑都很漂亮。啊，大家看到啊，朝圣起点。你看了啊，好，峨眉山是从这里进去啊，朝圣起点的哦，菩提路啊，观落门啊，哦，峨眉山是从这里进去的，对，不是，我们可以开车的啦，就是说这个广场啊，如果开车，车子也停在桥这边的，不会进到这里来，对对，不会进到这里，啊，就从这里出发，对，明天没有，明天再说吧，明天是。明天我们是从这里走，是从宾馆走。宾馆走，不会走到这里。没走对面。你们这里晚上这里就要先到线，因为出来的时候就是全部一大堆人，都很不方便。很不方便，现在赶快照相。好，现在照相。好，照个大相。来来来。啊，每一个场景都很漂亮。可是不清楚。看到晚上，我们现在看川剧这路上，很漂亮啊。很乖啊，这是古色古香的建筑。有卖东西的，人很多，都是游客。大家看川剧，我要走快一点，我已经没有跟上了。
我们现在要去相城大剧院里面看戏，但是这个不是很清楚，因为太暗了，所以没有办法拍得很清楚。希望等一下看川剧的时候不会拍成这个样子。好，现在比较清楚了。现在我们在剧院的门口，很漂亮，很豪华，相城大剧院。在看川剧，还有很多表演。现在在买票。海滨，你看那个漂亮。哦，漂亮漂亮，真的哇！这边到处都很漂亮。这边太暗了，一般相机是照不出来的。对，这边一般。除非要有特殊的闪光，我这台照也拍不到。剧院非常的豪华，现在大家看到我们就已经坐在戏院里面了，在戏里面的座位，人非常的多，然后很多人要进来。非常豪华的区域，然后可以看川剧表演。我们是坐在算前排的，后面人更多。来，这是我们一起来看川剧的师兄师姐，大家一脸倦态，但是还是很开心。耶、yeah ，这次来很棒哦，收获丰富。耶、yeah ，老师坐在那个角落，老在那里，非常的明显，穿着青衣。老师坚持穿着青衣来大陆弘法，很明显这样。对，好，等一下呢，妙兵将为大家呈现好看的川剧，让你们好像有来一样这样。谢谢。现在这一排是他们有表演的项目，艺术在艺而归，他们表演的项目蛮多的。等一下应该会再跑一趟，热烈祝贺。剩下完美剧组节目啊，他的节目有变脸，还有滚灯、长袖、木偶梳艺、柔术、绸吊、布置力参加圣地亚哥国际艺术节在艺人科，大家也看过了，这些是他们要表演的项目。然后会场还有很多没有坐，估计应该有更多的人。
请求上撞击出文化的唱响。风起云涌，沧海桑田，千万次的地质变化，一路走上至进步。电闪雷鸣，世事变迁，五千年的文明发展，数不尽韵味吟唱。
哇，好精彩，精彩精彩！大家有没有看得很过瘾？